私は中国に住むドキュメンタリー監督竹内亮。今回四川省のとある秘境の地にやってきた。世界の人が知る経済発展が著しい中国とは全く別の顔を見たくなったからだ。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中国南京に住む竹内と申します。今日はですね、私四川省の、大梁山というところ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これからここの列車に乗って、中国でもかなり、まあ、秘境じゃないですけれども本当に少数民族が住む地域に、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来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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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ー、好看。这是彝族的字吧？彝族语，好像是。この地域には彝族と呼ばれる少数民族が多く住んでおり、独自の文字や生活習慣を持つ。よいしょ。ハロー。哇，很多葡萄，好像是你们的吗？葡萄，你们的，可以给我吗？可以吃吗？那可以拿一个吗？啊，谢谢。哦，好不呢？好热，好甜。送给你吗？没事。送给我。送给我。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他送给我们了。你看他不是他的师傅的。是你的是吧？你说了算是吧？外に物を捨てないでって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は遺族の文字で僕も全く読めません。这大哥，这大哥也好有趣。乗客の多くはこの鈍行列車に乗って四川省の省都成都から6時間以上かけて自宅のある大梁山に帰る。大梁山は中国で最も貧しい地域の一つとして知られる。我真的十一块钱。真的好便宜。像我们这种农民没钱，肯定是求那个便宜的做了，那还用说？我是外国人。你是外国人吗？对啊。那是像呢？像。中国的。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啊？日本人。日本人。对。是吗？对啊。这样子太坏了。不能这样说，哪个国家都有好人不好人，是不是？不过日本人ですよ。日本語いくらでも喋れ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对吧？像吧。你们那里没有外国人？没有。哦。第一个。啊，第一个，人生第一次。对对对。啊，你好你好。人生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10年前。私は日本の NHK の番組取材で大梁山を訪れたが、確かに彼らは非常に貧しかった。現在、全国民の貧困脱却を国の重要政策とする中国。あの大梁山は今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か、この目で見たくなった。わあ、すげえ。すごい。わあ。え、まや。まや。哇，这一个一个过下来的，好可爱。这一年一次穿的吗？嗯嗯。啊，見たことない、こういうの。すげえ原始的。こういう人たちまだいるんだね。我知道他们很不容易。南京に住む私は飛行機、列車、車を乗り継ぎ丸2日かけて大梁山に到着した。好可怕、这个路。哎妈呀、玻璃都碎了。妈呀、妈呀。我也觉得好像被砸的。妈呀。好多羊啊。最初の目的地は崖の村。最近テレビで報道され、全国的に有名になった場所だ。わあ、好漂亮。这好厉害。
们今天来到了一个悬崖村，听说这边的悬崖很陡的地方的一个上面就在这儿。四川大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去年记者来阿图里尔村时，文字通り標高1400メートルの崖の上にある村、初めて報道を見た時は驚いた。私は単純になぜこのような場所に人が住んでいるのか知りたいと思った。你看，很陡啊，60-70度左右吧。哇，哇，好可怕！これは2016年にできた全長約3キロメートルの鉄骨階段。当時村人総出で7ヶ月かけて作ったという。スタッフに遅れること5分、ようやく休憩スペースに着くと意外な人たちと出会った。打印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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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给他们办那个，给他们送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送，办业务，办银行业务，对，他们就是移动的银行，哦，移动银行，移动银行，哎，我是，好厉害，好有意思，要过山吗？对，要过山，上面过一段时间还要爬，啊，爬了再上去，哎，现在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要爬，要爬，是吧？我们叫让足不出村，就让老百姓这个享受这个金融服务。哦。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我本当の公式をしたんですよ。僕本当に今足が震えてるんですよ。我たちは现在很陡，一直在陡。折り方もわかりません。我不知道现在怎么下去。見てください。この直角に近い角度。昔の人々は階段を使わずに一体どうやって登っていたのか。と過去に思いを馳せる余裕もなく、私はただ必死に登り続けた。你看。还在躲呢，这不是节目的效果。哇，有村民啊！阿姨，阿姨住在这儿吗？真的假的？嗯。啊，卖水啊？怎么付钱？我，支付宝可以吗？啊？支付宝？手机？手机？手机可以付？也可以啊。手机可以。太有意思了。啊，好喝。哎，那这个也要背上去吗？崖の村に住んでいるというおばあさん。この焚き火用の木を担いで険しい山道を登って帰るというのか。阿姨，现在多大呀？妈，70了。七十。嗯。好精神啊，阿姨。乡村的路不好走，那么辛苦。嗯。我们天天也走嘛，走得到了。哦。所以习惯走了。哦。我们现在，房子上摆下来了。嗯。从地下买下到。好辛苦啊。嗯，那么辛苦。那你孩子呢？嗯。孩子。我们孙子嘛，到这儿读书啊。啊，在下面读书。我上班回来。哦。我们保姆他们。哦。他们孙子，他爸爸妈妈都。哦，爸爸妈妈在那。哦。哦，没有搬出去吗？嗯。嗯。现在咱回去了。哎。半分ぐらいのところまで来ました。すげえ、この峡谷、大峡谷ですね。嗯，哇！反正我不能上去啊，可以吧？到这儿就结束了，可以吗？
你看太危险了，你那个钢蹄相当危险。不行不行，我已经真的努力了，相当努力了，是吧？差不多了吧。私は恐怖の限界を超えたので、残念ながら崖の村に行くのを諦め、ドローンで撮ることにした。峠を越えると確かに村があった。おばあさんによると、最近は多くの村人が崖の村を去り、下の町に住み始めたという。山を降りる途中、再び崖の村の住人に出会った。哎，你好。背着什么？嗯，背着这个荞麦。还有锅。嗯。还有烟。啊。哦。烟是卖的。啊，卖的。嗯。你一天往返多少次？两次。两次。哇。锻炼身体，身体是。锻炼已经不需要锻炼身体了，他的肌肉，你知道，他的身材特别好。啊，精神方面的身体嘛好。最近的疫情，啊，疫情你知道吗？啊，不知道。不知道。没接触过。疫情，就是病毒，新冠病毒，你知道吗？哦，我知道。知道。但是这边没有关系吧？啊，这边的话没有关系嘛。肯定没有关系。你这边的话，这么远的地方，如果有病毒的话，两个人在这个路口，看风起路就啊就 OK 了，就 OK 了。啊，我想问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搬出去的人，书记搬出去的人，他们去哪儿了？啊，我也是搬出去的。搬出去是什么？朝九。朝九。啊，朝九。你们自己买的房？不是，他国家。啊，国家政府。政府送给你。政府送的。昇格圏は山のふもとにある町。崖の村から降りてきた人の多くがこの町に住んでいる。彼らの住まいは中国政府が無料で支給したという。私は昇格圏で最新の無料マンション群を見に来た。今日はですね、崖の村の人たちがここに移り住んできて何をやってるかを取材しに来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貧困劳動に劳動品配品春。まあだからここで職業訓練所ですね、いわゆる。衣装、青春版。まあこれ遺族のおそらく編み物ですね。わお。你好。你看。中では民族衣装を身にまとった遺族の女性たちが伝統の刺繍を学んでいた。山の上では自給自足に近い生活を送っていた遺族の人々。町に住むからには仕事をしてお金を稼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れはもう遺族の伝統的なデザインの飾りです。ここでは伝統の刺繍技術を使いつつ、現代人に受けるデザインの商品開発をしている。这个挺好，你觉得？这个多少钱？那个是200多。200。啊，200多。啊，这个怎么样？可以，蛮好看的，很好看，无纺布袋的。是啊。这个您自己绣的吗？是啊。哇，厉害！那你不需要学习啊，你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不需要学习，是不是？他们就需要一个组织来做这种可以出售的啊，商品。你以前住在哪里？在哈格夏伊尔达，哈格夏。在一个。嗯，我小时候留过工22个。啊，反正山上嘛。休憩時間、イゴさんが新しい家を見せてくれるというので向かった。彼女は最近山から降りてきたばかりで、標準語はあまり話せない。我们从南京来的。你知道南京吗？阿弟是从那日本从我们家，阿弟吃什么呢？中国中国从你阿弟从那南京一直在吃酒那个。南京你是啥？是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南京啊。我今年五月份才住进来。啊，今年五月份。哇，你看。差别太大了吧？因为我们去看了那个山上的，像以前的他们的生活的房子都看了，完全不一样。什么？穿越时空的感觉。是。一家庭につき最大約5万円を支払うことで、心
ここに新しい家を購入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その他の費用に関しては政府から補助金が支払われる。他们跟前里的小孩一样的。是的。他们玩的样子。哇！哇！すげえ。お邪魔します。非常好，这个房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好大。沙发、椅子、电视，全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彝族的。桌子，厨房也大，比我们家厨房还大。还是做的是还是土豆。还有洗衣机和这个热水器也是发的。洗衣机啊，这个。这个洗衣机。已经烂了。哇，这个床，哇，非常好。啊，他是老公。嗯。他是。好帅。他是我。哦。啊？这是你吗？嗯。哇，好漂亮啊！啊，现在也漂亮。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嗯，对吧？相当漂亮。无依无。二人の娘は早くに山を降り、奨学金をもらって大学を卒業。現在は教師の仕事をしている。伊吾さんはここ数年。一人で山の上に残って生活をしていたが、住宅の支給政策を知り、山を降りることを決めた。那阿姨平时穿这个彝族的衣服吗？嗯，是啊。是吗？是啊。不穿这些，就是普通的衣服不穿。一般上了年纪的那个老阿姨，他们习惯穿这种，年轻的一般不会穿了。哦。这边的生活有没有不习惯的？习惯了。嗯，习惯了。嗯。然后以前的房子就山上的房子都拆了是吧？拆了。嗯。嗯，阿姨喜欢这个房子还是山上的孩子？啊，就山上的房子。你怎么等媳妇了？我觉得你不么子等媳妇。啊，我怎么等媳妇了？怎么的？怎么？妈说的。那肯定是这个。嗯。政府が約30億円の出資をして作ったという住宅群。日本人から見れば、税金を使って一部の人に家を支給するなんて不公平だと思う人も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中国は国民の経済格差が大きく、自助努力だけでは限界があるため、多くの国民が政府の貧困脱却政策を支持している。翌日、私は自分のウェイボーを通して、この街でもう一つ面白い貧困脱却プロジェクトを発見した。でちょうど僕はこのウェイボーでこういうメールをいただきまして、レアルマドリッドが教えるサッカークラブがあるらしいです、この街に。なので今日は見に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哇，到了。哇，好大呀。へえ、很漂亮。很大。こんな貧困の農村地帯にこんな綺麗なサッカー場があるなんて思いもしませんでしたね。好像是他们吧。You remember you have to go down. If you cannot go up, just stay. 没想到有外国人的教练。西班牙人吧，应该是。My name is Ryo. Nice to meet you. I'm Javi. Nice to meet you.你会说中文吗？我会一点。哎，厉害！没您说的好啊！没有没有。昨天我就说会很有意思，一个西班牙人，一个日本人，对对对，中文交流。今年我们是那个2月份启动这个项目，哦、其实去年11月的话，我们在昭君已经做了那个签约。啊，这是皇马的。对，这就是皇马基金会的，我们是跟皇马基金会这样合作的。哦、これはスペインのサッカー名門クラブレアルマドリッドと中国の教育機関が協力して行うプロジェクト。遺族は。もともとサッカー好き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サッカー教育を通じて貧困脱却を目指すプロジェクトだ。ここにいるのは山の上に住んでいる子どもたち。成績が良ければスペインに行って本格的にサッカーを学ぶ機会を与えられる。 Yes! Okay, slowly!
good.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Wow. 咱们都是十二、十三岁的、啊、个子比较矮、哎、但是体力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嗯、不愧是山上的孩子。有没有彝族的那个球星啊？足球没有，彝族的还没有、嗯、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应该会有吧。问题是他们穷没钱、嗯、对，所以比较难。穷没钱有关系吗？有、嗯、有关系，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足球在中国如果你没见到的话你踢不了、嗯、踢不了球、嗯、然后我们打算是从这里、嗯可以住西昌那边、嗯、所以也给他们一个未来嘛。レアルマドリッドのユニフォームを着て綺麗なグラウンドでサッカーをする子どもたち。しかしこれは一時的なものだ。普段山の上に住む彼らはこの土のグラウンドで練習している。選抜選手として選ばれるのはわずか数人だ。你们的将来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想一直努力踢球下去。嗯，将来条件很不好，想买这些衣服都很难，父母也没有去过别的城市，长大了想带他们去到城市里住，所以我想成为像吴磊一样的一名球星。嗯，就是如果你真的踢足球成功了、嗯、然后就可以帮家里减少一些负担。然后也可以让家里的人过得好一点。嗯，有钱的话你们想干什么？买车吗？发给父母，帮助学校。对，什么？帮助学校。哦，帮助学校。造个足球场。啊，造个足球更好的足球场。嗯。哎，这个好。扩大学校的学校的农场。哦。彼らはあくまで才能があり、チャンスを与えられたごく一部の例だ。大量山の貧困問題解決はそんなに簡単ではない。私たちは昇格圏から車で6時間以上走った場所にある今回の一番の目的地に向かった。道は悪路だらけだった。うわー、真的地盤了、这个地方。天哪。哇塞、哎呦。私たちの車はこの通り泥だらけに。彼はうちの社員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ともとこのタレアンシャンでボランティア の教師をやっていて、でずっとこのタレアンシャン取りたいって僕にずっと言ってきたんで、うん、まあじゃあいつか行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まあちょうど新型コロナの状況も中国では落ち着いてきたので、まあ行きたいなと、行こうかなということでやってきました。カメラマンのジョさんはボランティア教師の仕事をするため、2018年の7月から半年間、大霊山で暮らした。中国では都会の南京出身のジョさんは、自分の生活とのあまりのギャップにショックを受けた。いつか自分のレンズを通して大霊山の現実を皆に知ってもらいたい。それがジョさんの強い思いだった。今回私が10年ぶりに大霊山に行こうと決めたのも、彼の誘いがあったからだ。徐老师，我们学校这个对哦，双河小学终于到了，对，辛苦了。这个楼是新的，哦哟，特别特别，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竹内亮，你好你好，我是日本人，啊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呢，你好欢迎，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楼，哦啊，新的，对，教学楼，哦，对，那你已经待了多久？待了一年半了，三学期了，哦。那快要回去是吧？对，回要回去了。对。哦。这个我们要住这个房间。对。哎，你那个。哇。房间还可以。可以吗？有床就行了。
哇，这个，哎呀，哇，好硬！你就这儿住过两一个半年，一个学期，半年，嗯，对。哇，然后这个有恐。今天两个人住在一起吗？对啊。你以为？哎，我以为有一个人有一个房间。你以为这是酒店吗？この学校には毎年都会からボランティア教師が 2,3 名派遣されてく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这节课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全特别的有帮助，叫做警惕电器杀人。请大家翻到课本的第24页，在你使用家用电器的过程中，你遇到了哪些问题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彼らの親は小学校すら卒業していない人も多く、標準語を話せない親もたくさんいる。だからこそ都会のボランティア教師が重宝されるが、生活環境の悪さに途中で辞めてしまう人が多いのも現実だ。夕方、ジョさんが特に仲良くしていた生徒ガモクさん一家の自宅にお邪魔した。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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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你好，你好，这是你们的爸爸啊，学生的爸爸，好年轻哦，不年轻了，那学士关系的，李老师，哦，认识，好帅，这是你家是吧？啊，对，哦，你记得自己修的，哦，老师来了，你好，哇、哦。好漂亮啊！老公吗？坐进来坐。那个他的老公吗？啊，对，嗯，老公，我是妈妈，谢谢，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没有。哎，修了，女儿。老师来，他都开心的。叫什么名？啊，他叫拉洛。拉洛，拉洛，拉洛，给我看看。哇，好美，漂亮啊！他今天都在期待。这家颜值非常高，对，相当高，对吧？你平时穿这些衣服吗？嗯，没有，今天就是说老师们要来，然后特意从娘家带过来的。哦，谢谢。我们过节，我们就是小孩妈妈都一般很少穿的，就那些年轻的小姑娘。哦、但是今天说老师们要来，所以就准备的。哦、嗯。很高兴你们来了，真的，从心里面感谢你们那种，你们很辛苦，我知道真的，对小孩特别好那种，就是把所有一切都寄托在小孩身上。所以说支教来了把小孩转过来那种，特别感谢以前的徐老师还有现在的黄老师，真的谢谢你们两位，从心里面感谢那种，因为有时候我身体不好对吧，就是我也不懂什么数学题，以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只能交给他们，所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这是你们的卧室吗？这是你们俩夫妻的。哦，我跟女儿的。啊，你跟女儿的？啊，不是你跟老公一起睡吗？嗯。他这个是老公和儿子。这个房子不错的，对你们真的是自己修啊，自己修的，然后要就是弄一下，政府给了钱装修一下，但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所以没有装修，还没来得及弄好。政府给你们钱？啊，对。装修的钱？啊，对，装修的钱。哦。要给那个的，就比如说。现在每天就是烧火。很少烧，大部分都是烧，我们就很少烧。那个因为别人都不能砍柴那种。哦。山上的那个柴要保护起来。哦。那我们砍了，现在有电了。现在又电了，是不是？不需要了，是吧？对。哦。没有什么烟囱吗？烟囱吗？烟囱？烟囱没有吗？没有。现在那个新房有。哇。哇。他们上课。上课的时候就这样，就是这个样子里面。啊。根本上不了。哇。对。今日は恩師のジョさんが来たということで、遺族の伝統料理トートーローをごちそうになった。この日処理したばかりの新鮮な豚肉を水で煮込み、その後焚き火で炙る。你直接拿一块儿，对吧？嗯。然后呢，你直接丢到那个炭的旁边。你直接丢在这儿。
虽然上面会有灰，但是这个灰吃的不会有问题，是吗？因为灰是干净的。你吃的时候如果烤糊了的话，放这儿。对，你烤糊了的话，就是把用手把它去掉就行。这个真没去过，直接烤的。直接放炭火。这个太阿刺油。아가오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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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んなが松明を持っていた。おい。这么小的小孩也可以拿。哇，好有感觉。今日は年に一度のお祭り、オーバージェ、松明祭りの日。遺族にとって神の化身とされる松明の火を囲む村人皆で歌って踊る。賀木さん一家も参加し一緒に踊った。賀木さん夫婦は最近までずっと出稼ぎに行っていた。妻の文子さんは都会蘇州のコンクリート工場で働き、賀木さんは道路修繕の仕事をしていた。都会に住んではいるものの、地元の人と交流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という。城里的生活和这边的生活，喜欢哪一个？当然是城里好，一切的一切都是城里的特别好。但是他们就看表面咯，生活压力大不大？他们没去想，只是想他们穿的有多好，吃的有多好，生活的多干净。多就是看上去每个人都舒舒服服的。这个不一定，这个真的不一定。この時私は。真の貧困脱却には教育が一番重要であると再認識した。いくら新しい家や都市で働く機会があっても、都会の人と知識量や情報量が全く違うため共通言語がない。だから彼女も都会の人を理解できないのだ。现在外面就是一有呀，就东南一海，就是广东这边嘛，就有些啥就他是照顾不读法，没有文化，他就没有办法。假如说什么先签这个劳动合同，这些他们不会啊。到时候那边出了一点事故，对吧？人家就按了这个法律程序来，这边我们这边人就极端了一点，对吧？我跟你干活出了事你不管，不负责任，再就用暴力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就是没有文化的差距。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小孩好好的读书。包括他们如果说去，比如东南沿海读书。我理解他们肯定会有被冷落的时候，肯定的。人家一看你的习惯，不怎么爱洗手，不爱洗脸，对，然后裤子是脏的。所以老师要教的不光是知识，其实我们当时小学不是有每天都要洗漱嘛，对不对？然后他们以前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让他们每天早上带一个盆、毛巾和牙刷、杯子全是我们提供的，就是让他们养成习惯。必须到学校上课之前要在学校洗脸刷牙，要养成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个习惯可能比知识更重要，因为这是他们走出大山的前提。早朝5時、今日は賀木さん一家の一日の生活に密着取材することにした。ナロー也去吗？朝、母と娘はそばの実の畑に行き収穫作業をする。中国では珍しくそば粉を好んで食べる遺族。彼らは日本人の祖先という説もあるが、確かなことは誰もわからない。这是什么？这就是那个条子。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它才能晒干。啊，晒干。对。母の文子さんは子供の頃からずっと畑仕事をしてきた。那边撒一面面。
你看他在背着小孩干活。你是不是他现在怀孕了？啊，对，对吧？哇，怀孕干活，背孩子干活，你真的很快，挺能干。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在老家做这些的。哦。对呀、啊，因为小时候的时候就爸妈就没有了嘛。哦。但只能照顾一个奶奶嘛。哦。在家里面有我一个人在干活呀。哦。多拍一下徐老师。哎。彼女の趣味は意外にも動画撮影と編集だった。为什么你拍视频啊？我喜欢这样拍。啊。我有讲过的。一边干活一边剪片子，拍视频。朱老师，你拍视频的时候多拍特写。特写是什么？特写就是近一点，先拍这个全景。嗯。然后。固定一下，不要那么动。嗯。然后近一点。嗯。他的表情。我倒霉，这是。近一点。然后他的手。哦。哪块儿？懂了吗？懂了。以后我就学。我是导演的。嗯。知道。自給自足に近い暮らしをする村人たち。賀木さん一家の年収はわずか10万円だ。那你们的老公在哪？在长沙那边打工。啊，打工。对。那只能一年一次能见面。对，本来我也现在就是上班的嘛，在那里打工的嘛。嗯。都会上的嘛。那个一个月5000多。哦，那挺多的。对，一个人。哇，那你为什么回来？为了生孩子吗？对，因为怀孕了不能上班那里。那想去中山吗？想。我不喜欢这里，我喜欢在本来，但是没钱嘛，没钱又没有地方去不了的。朝の農作業を終えた後は、待ちに待った朝食の時間だ。村の子供たちは都会の子供と違って実によく働く。うちの子供たちにもぜひこの様子を見せてやりたいと思った。いただきます。饿死了，我们都，我也饿死了。好吃。谢谢。好吃就好。干活の後の飯ですからね。紫皮就刚刚的就对了。好吃。紫皮刚没就对，紫皮刚刚的都可以嘛。子供たちに将来どんな夢や目標があるのか聞いてみた。那你们呢？想去城里还是待在这里？待在这里比较好。待在这里比较好。城里的那个环境比较陌生。陌生以后就好了，以后就不陌生了。没出过远门，就那样的。没出去过。没出去过。一直在这儿。嗯。以后你们怎么打算？一家人去城里吗？对。以后就纪念外孩子外学校里面送，就看他们去在哪里，住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嗯。像他们这就以后学好了，也去过好的一些学校，对吧？自己有一技之长的话，那这个就不存在了，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展下去。嗯，像我一个人干体力活的，去照顾一家人，那根本就照顾不下来的。嗯，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西亚老师，就是西亚支教老师，就是外地，就是内地的这种大学生到我们上去的支教，我们就是很信任这种人。那为什么就是想把他们的知识带给我们孩子？对不对？还有这个什么生活习惯？还有这个人与人的沟通方面，对不对？这个生活习惯他好了，他到外面去，假如说走出大山，你进什么工厂或者什么城市里面去生活，他就很容易融入到那个城市里面的环境里面去了。嗯。所以希望更多的支教过来这里。啊，对。嗯。但是我们也不能太自私了，就是说，现在华老师、徐老师他们待了一年、待了两年的，对不对？我们也他给他们也没有报酬，对不对？嗯。让他们在这边待个5-6年，带我们孩子，这个也不可能的。我们也太自私了，
人家还有自己的事业要做，对不对？嗯。人家而且免费的在乡区里支教，嗯。人家最多就是待个一年的，就算是已经很好了。嗯。这边生活条件也苦，所以这个就还是要靠政府，他这个替岗老师，就是这边的照岗老师，他应该是找内地的大学生。应该多花一点钱，嗯，对不对？政府多出一点钱，嗯，多招几个人在这边来的话，嗯，那孩子学习方面这个成绩一下子起来了，嗯。那是什么钱？梦想是什么？想当个演员。演员？真的？哎，可以啊！你长得那么帅，可以试试。什么样的演员？你喜欢谁啊？演员的话，周星驰和成龙。啊，成龙 啊，动作片的，他喜欢动作片的。你呢？嗯，我想成为一位舞蹈家。舞蹈家？哦，他喜欢跳舞。跳舞。只要有很小的时候。那现在跳一下吧。不是他不会跳的，只要有节奏，他就会那个全身就动起来了。哎，他。なんかやってますね、これ。たくさんの人が集まってます。はい、他们在。上一次我们支援学校。加油，快去！然后给小朋友买的这个衣服。站着，站着。啊，给小朋友买衣服。哦。この日、村に民間の慈善団体から寄付が届いた。新品の服と靴だ。日本人が知る中国の子供といえば。豊かで何不自由ない小皇帝のイメージが強いが、それは一面に過ぎない。新起叔叔阿姨，知道吗？他们拍什么？一二三，新起阿姨，叔叔呢？叔叔没了，叔叔没了，叔叔也给你们送了的。叔叔穿的是这个，是吧？哦，你喜欢吗？喜不喜欢这个？喜欢。服を買いに町に行く交通費も、服を買うお金もない彼らにとって貴重な贈り物だ。好，准备，一、二、三。谢谢叔叔。村での取材最終日、カメラマンのジョさんが私にあるお願いをしてきた。子供たちに日本文化を教えてほしい、外国の文化に触れさせたいと私に言ってきた。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竹内涼と申します。皆さんに会えて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听懂了吗？一听到日本，想到什么？你们知道日本的什么方面的东西？日本人的礼貌。日本人的礼貌，哦，厉害！还有呢？还有想到什么？日本人爱干净。日本人爱干净。哇、哦，好了解啊！我们日本人喜欢吃生的，比如说鸡蛋，也吃生的，直接吃，不烤鸡蛋。就直接吃。ありがとう，这谢谢的意思。日本人经常说啊，ありがとう，啊，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对，日本人特别喜欢说ありがとう。你们中文好不好？好。好吗？好。谢谢。我在34岁的时候开始学中文。学习，你们现在学习嘛？每天学习，为什么学习呢？说一下，你们为什么每天学习？因为在家里太累了嘛，干活，所以想好好学习，出去玩嘛。好了，来。啊，可以学习的话，哇，可以出去玩，啊，不错不错，没错没错。还有呢，为什么要学习？为了以后可以去更多的地方，了解更多的知识。可以去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呢？为了自己的梦想。哦。不错。你的梦想是什么？啊？梦想是什么？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你说出来。这个呢？
做这个，我想做这个。没有说出来的话，没有人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没有人帮助你，那永远实现不了你的梦想。你有吗？有吗？我的梦想是医院。医院，搞医院。对。啊，唱歌吗？有那些钢琴、打鼓、弹钢琴什么，我都喜欢。你看他说出来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真的一定要说出来了。那个徐老师是也是这样的，他进入我们公司的第一天，他跟我说了，我想去大凉山拍摄，我想去大凉山拍摄，拍纪录片，拍你的纪录片。然后突然，哎，可以，那你那么想去大凉山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大凉山，就这么实现了，他的梦想也实现了。好 ，OK， 那今天的课差不多了，怎么样，徐老师？你也讲一句吧，做一个老师，来讲一句。我不讲了。来，到前面。来。我知道，特别实现梦想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不可能百分之百所有的人都实现梦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真的不说出来的话，没有一个人成功的，对吧？讲话。我有点激动。为什么激动？其实两年前当老师的时候，我对他们不是太好，有点严格。我知道他们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然后这个学校一直有支教老师在，所以这个学校的成绩比很多其他地方乡里的包括县里的一些学校都要好，所以当地政府才给这个双河小学修了一座新的楼。那并不是新的楼就有新的变化，他们应该做的是能有更好的老师去教他们知识。嗯，所以我希望他们能走出大山。我没有在你们面前哭。育ってきた私は貧困の本当の苦しみ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私にできるのはありのままの現状を世界に伝えること。これを見た人はぜひ一度この美しい大霊山に足を運んでほしい。真の貧困脱却の鍵は多くの人が彼らに関心を持つこと、それに尽きると思うから。